一两次你再这么包容的话，他们会觉得这是可以玩的，就算我玩了也没有人会骂我，就算我玩了那又怎么样。我要说多少次呢？我要说多少次呢？把水关了，关掉，关掉，苗苗，好好，你出去，出去，跟。你是不是很想玩水？是不是？你是不是很想玩水？好，你自己玩水，玩水。我知道我为什么关灯呢？因为我知道我们的窗户后面是有光进来的，所以就算我关灯，可能表面上会好像很黑，但是其实那个光在外面都会打进来。就算我关了灯，我在里面的时候，他还看到我。我走了，你不用动。那你关水，不玩了，我走了。如果我一关灯所有都是黑的话，他根本不知道应该走哪里。我没有出去，我怕他出事，然后我就在浴室里面一直在看着他，然后我说我走了，然后他就怕，害怕了，他不想一个人待在一个比较暗的一个房间。你是不是不听？是不是应该不应该玩水？对不对？对。以后不要玩水了，好不好？好。那答应我了，啊？好不好？